欢迎收看本期的一分钟普通话。哎，咱们的中文默书本呢？在老师那儿呢，人家昨天收走了。哦，我还在纳闷儿，前天还在，昨天怎么就不翼而飞了呢？原来是被老师收走了。什么？你刚才说中文老师很闷？哎，我说过吗？哦，纳闷儿吧。纳闷呢，是指对事情呢十分疑惑，还有不解，十分奇怪的意思。唉，原来如此。我本来还想打你小报告，说你讨厌中文老师，泡汤了。你是我什么朋友啊？对不起，